我身为楚军，身体又战死，绝无败退。那我只好代我主公行天地公义了。吴不疑，王母你们自认为忠良，还不是选择了救全贵儿弃百姓？子胜，你别管我，快去救郭村，救良田，救百姓。 杀我呀！江山倒不了，可天下也不饶了纪大人。去郭村！是。